接住落嚟系健康体魄齐来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澳门飞扬国际舞蹈协会嘅 Jason， 我好开心，亦都好荣幸受到澳门高会联合总会嘅邀请嚟到同大家见面。每次咧，我都会带一啲简单嘅小运动俾大家，希望咧大家同我一齐运动啦。今日咧为大家分享嘅咧系椅子上边做下腕式嘅，咁平时可以喺 office 度做啦，咁我哋试下喎。咁我哋企喺我哋嘅椅子边边啦，靠近我哋椅子地方，度翻你只脚同嗰个椅子嘅脚咧，应该系平排嘅。好啦，然后咧就系向后褪你一条腿咁远嘅位置啦。好啦，然后咧我哋吸气，双手拎起。向上呼气，放松，再慢慢落嚟嗰时，双手按住我哋嘅椅子，然后咧，我哋咧最紧要咧系我哋由脚踭到我哋 pat pat 咧系成一直线嘅，我哋对脚。好啦，喺度咧系成一直线啦，然后我哋，然后慢慢呼气，一样啦，将我哋嘅头咧沉落去我哋两手嘅中间，慢慢将只手伸前啲，拉长。咁我哋嘅胸口咧係向下用力嘅，保持呼吸。再嚟一次咯喎，我哋做五個呼吸，吸氣嘅時候咧，感覺咧我哋 pat pat 頂向天花板；呼氣嘅時候咧，我哋對手咧好似向前伸。記住咧，我哋嘅頭咧係向兩個手臂嘅中間。深深吸，慢慢呼。我哋感觉到我哋嘅胸椎好似向下沉低嘅感觉。仲有三个呼吸，深深吸气 ，pat pat 用力顶向天花板，呼气，胸口用力沉低。还有两个深呼吸。隨住我哋嘅呼吸，我感覺到我哋嘅身體會越嚟越輕鬆。最後一次深呼吸，我然後慢慢抬頭望下自己手板先，我然後爬翻上嚟，係回正。咁今日我就分享到呢度啦。感謝大家今天身體辛苦的付出，願大家的身體越來越健康，越來越美麗。如果大家有任何意見或者提議，都可以掃我旁邊的 QR Code 留言給我。我們下次見啦，拜拜。工聯最新 YouTube 節目阿共 Channel 在 YouTube 等緊你啦，記得 CLSS 撳埋個鐘仔，留意我們最新資訊。